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乐队进场。面前，全体队员均感万分荣幸，而能受邀参与今日的活动，更是所有队员的光荣。本日操演的项目有一对静态枪法及乐队联合操演两个部分。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，请起立，接受海军陆战队乐队军礼致敬。首先要操演的是一对静态枪法。来宾请坐下。陆战一队最大的特点在于枪法手剑刚硬，整齐的高踏步和一致的划手动作，展现出勇猛彪悍的陆战队风格。队员手中使用为每照10000加兰德步枪，枪重6公斤，全长134公分，因其特殊构造以及不均等的重量比，在操演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和危险性，需经过长时间以及高强度的训练方能驾驭。现在呈现的是转枪的操演，请掌声鼓励。陆战一队将配合陆战乐队澎湃激昂的乐曲演奏进行联合操演。
年的钻石队喜乐的战队 A A D 馆两栖突击车。一贯实力不济，在各项演训中没有杰出亮眼的表现，所具备的水陆两栖特性，正是作战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成功执行的都是救灾任务，展现陆战队水上成功的单头剑奇功的飞虎精神。请坐下。列队，操演完毕。
现在开放合影时间5分钟，欢迎各位长官贵宾与各位小朋友们与我们的乐队员合影留念。